活动正式开始啊，我们北一的大家长林云校长，今天的主角席慕容席老师，那还有我们中华民国笔会的现在的会长黄碧端老师，那也是我们前教育部次长啊，那今天也莅临到现场。那在场的各位呢，今天容我在这里啊，不称呼你们师长、老师或者是同学啊，我想会在这个时间、这个时刻，顺着席慕容老师的召唤啊，来到我们现场的、走进这个会场的，一定是内心最感性、温柔的我们的文学同好们啊。所以我们在此呢，我们先请我们人文艺术中心的张绰主任先帮我们开场。校长、徐老师、黄会长、张主任，各位老师跟同学们，今天这个活动呢非常简单，我们有两个单元，一个呢是替徐老师这个诗跟摄影的展览来揭幕，然后呢下面一个单元就是为我们成立了一年的人文艺术中心来揭牌，我们做了两个这个活动，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到那个后洞里面去，徐老师会做一个专题演讲。现在请袁校长来跟我们讲几句话。谢谢张美啊，也谢谢徐老师还有黄老师来到我们北大。对，我在这里呢，就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一下人文艺术中心它的缘起啊，当然不可否认的，我跟这个张绰老师呢是这个老交情啊，在洛杉矶就相当熟悉。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在2011年呢回到北大担任校长的时候呢，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在这个校园里呢所面临的类似的烦恼，那就是呢我们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学校，因此呢我们缺乏了许多应该有的人文艺术的修养，并不是说我们不向往，而是我们没有环境。那么在当时的我呢没有办法为大家做什么，因为我也是一个学生，而今天呢我有机会回母校服务了，我希望把这个现象改善一下。这一点呢刚好呢我们张绰老师呢从美国 USC 呢take sabbatical， 然后呢回到台北，他就愿意鼎力相助。说起来呢，这是两三年前我们的讨论跟谈话了。那么从那时候开始，那我们Dominic 呢就协助我们呢来开始建立这样一个人文社会的一个讲座。一开始的时候都是靠他的关系来请到许多知名的人文社会方面的专家来给我们一些带领，啊，否则的话，以我们这样的专业大学是绝对请不到像席老师这样子的，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我们郑老师，他愿意鼎力相助。那么已经经过了两年了，那为什么今天才揭牌呢？因为呢，我们也要试试看同学对这些的反应。假如说通通都像美国的这些 Common Core Course 一样，下面三只小猫一起睡觉，那我们就不用再办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同学之踊跃让我们的心也为之感动，而更好的是呢，由于他们的踊跃鼓励了我们继续的把我们的这些专家们的一些这个的报告啊演讲呢集合成册，那因此呢跟天下文化也是相当优质的出版社呢签订合约。每一年我们把我们这个讲座所有的这些故事报告集合成为一本书啊，然后呢来出版。出版了以后，我们呢基本上是让我们的大一新生呢在入学以前尽量让他们能够接到啊，也就是希望他们在那段终于人生可以放一点假的时候立刻得到一点人文社会的熏陶。这背后的用意啊都非常的深刻，而这个深刻的推手就
就是我们张老师，我们郑老师。那么为什么今天还要做个揭牌呢？原因呢，是因为呢，我们终于啊，在经过几年的锻炼之后，我们有了勇气，我们认为北医大是可以把我们这个人文社会人文艺术中心啊，在这里扎根的。因此呢，我们从今年开始把它体制化了。所谓体制化，就是行政化，不再是一个黑单位了，啊，不再是黑官了，啊，那么现在是在这个我们通识中心的一个呢 branch， 同时呢，它有它的独立的预算呢，那它的独立预算也不会排挤到我们这个通识中心了，这样一来，它就可以进入到更进一步的优质化。而今天呢，我们也终于啊，帮我们他们那个找到一个办公室，虽然说还是不怎么好啊，只买了几张沙发而已。不过呢，在这个开始之初啊，能够由我们习老师来支持我们，也是蓬荜生辉啊。我小的时候啊，其实这样讲就在这个有点 discriminate 哈，呀，我始终搞不懂一点的就是呢，习老师到底是诗人呢还是画家？后来我发现说，其实他是摄影师、摄影家。后来我发现，原来他是一个奇才、奇女子，是无所不通。所以难怪 confused 我们大家的背后，是因为他有啊这个太多的这个文采，以及啊星光潋滟啊，让我们大家呢是为之惊艳。那么今天有幸啊，能够跟习老师在一起啊，可以看到庐山真面目。我的心啊也是在跳动的，所以呢，现在呢，我就不要占大家太多时间，让我们习老师再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心灵的演讲，谢谢。我们下次呢，先请徐慕容老师，校长请留步，跟我们的张奇辉主任、张硕主任，我们先一起为徐慕容老师的摄影师手稿展览先揭幕，在这里。4 1 2 3，所以习老师在爽朗之余还是有温柔的，所以他的布就没有用力的扯下来。那我们先用最热烈的掌声，我们也请习老师为我们这个展览的揭幕说几句话。谢谢大家，不是故意迟到的，因为我们在草原上有时候会晚一点到，但是在城市里面，那个遇到的无法预测的事情更多。我们看到于范英女士来了，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董事长于范英女士，我好高兴今天可以看到这么多位多年的朋友啊，那张硕老师也是我们认得很多年了啊。但是我想，我自己问过我自己，怎么会跑来展摄影？而且我的孩子很警告我，他说：“妈妈，你不可以这样啊。”他说：“你的摄影跟真正的摄影家比起来是差很多的，你要知道。”别人都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说我晓得了啊。所以开始的时候，只是因为1989年第一年去的时候，我的朋友王行宫先生他带了摄影机，我还没有带呢啊，我还不太会啊。那个其实我第一次1981年我到印度跟尼泊尔的时候，我带了一个摄影机，可是不会装底片，是王行宫先生帮我装了每一卷底片我才会拍照的。但是现在我要跟大家说，我这个摄影展的这个版面是王行宫先生帮我设计的啊。那么开始只是因为想要跟大家介绍，因为我在草原上没有办法停下来画画啊，而且没有时间，我只想走路。我跟各位说，你到了草原上，你不会坐下来，你就会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所以为什么我们蒙古人会西征？因为我们就是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没有东
老师可以挡住我。那么今天的这一个呢，主要是题目是啊、有人问我《草原的价值》这一首诗，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在纪州庵展览的时候被张措教授看见了这个展览，他说你是不是也可以到我们北医大来展览，我实在很荣幸。那刚才听，本来是觉得可以吗，后来我听了校长说的话，其实我有点感觉，就是我到了草原上发现草原被毁坏的非常厉害的时候，我不明白怎么会有人是这样的人啊。那我知道他欠缺的是什么呢，欠缺的是知道自己本身其实就是大自然的一份子，或者说一部分，我们根本就是从太阳、从光、从什么东西，然后慢慢长成变成一个人的，对不对？好像是这样啊。所以，但是我们长成了，我们这个人来的比所有的，世界上的岩石、植物、动物来的都晚，但是我们毁的可是真厉害。所以，今天的开幕式，我稍微控制我自己一点，要讲少一点，因为刚才张措说几句话，我明白他的暗示，所以我不给各位朗诵一下这一首诗吧，因为诗比我说话说得清楚，我说话的时候会太啰嗦，等会儿演讲的时候你们也要提一个牌说差不多了可以下来啊，但是也许诗可以说得比较清楚，所以我可以再有一点时间，那就是这一首诗，真的是有一位导演从很远的地方来问我，来访问我，然后他在中间本来很愉快，忽然间问我说你要不要说一下草原的价值，我突然间就愤怒起来了，然后我就把我那天的感觉写成了一首诗，因为草原的价值还要问吗？不远千里而来向我郑重提问，他说他代表了许多许多人，要我解释，就今日的世界而言，这远在北方的草原，究竟还有些什么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末日之门已经开启，黑暗中，亿万只虫蚁的鳞翅正在热烈颤动。请等一等，让我先来发问。如果你一向习惯用右手写字，是不是就可以让左手从此消失？如果你反正也察觉不到自己的肝和肺，是不是就可以任由他们日渐枯萎？最深的海沟会有多深？最骄傲、最贪婪的人心会有多愚蠢？要多巨大的痛苦才能让你们止步？要多惨烈的灾难才能将你们阻拦？末日之门已经开启，难道没有一个人愿意知晓？这地球如你，也需要呵护，需要疼惜，更需要一个完整的生命和身体。或许这样的毁灭在宇宙间早已是不断重复的历史。末日之门已经开启，还来得及明白吗？那即将被吹散的所谓人类的存在，以及那如微尘般漂浮着我们犹在心心念念的盘算不停的所谓价值。末日之门已经开启，还来得及明白吗？来得及，还来得及明白吗？谢谢老师。
朋友们一样，热泪盈眶，因为我们不再是自己在家里独自一人捧着席慕容老师的诗集。今天席慕容老师在这里充满感性的声音，读他的诗给我们听啊，那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时刻。那我们今天还有展览呢会有10天的时间，我们当时呢跟席慕容老师说7天10天，其实我们还希望能够更长的时间，让更多北一的同学啊能够来此观赏。那在校史室里面还有席慕容老师非常难得展出的手稿，他自称自己是手艺人啊，因为在手稿当中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他甚至是他粘贴过的改过的这个痕迹啊，我想大家会非常的感动。我们今天在这里呢还有另外的一项活动是为人文艺术中心来揭牌，那非常感激严校长，然后张习辉主任，甚至是我们校史馆很多校内的很多单位来促成了我们今天人艺中心能够有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也请到，我们先请校长习老师张习辉主任张硕主任，用这块牌呢还大有来头的，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们几位来为我们一起揭牌，像是一个最美好的祝福一样。我想先卖个关子，先等他等接了牌我们再来说。来，一二三，好，我们的这6个字呢是请到西松老师为我们提的字。那西松老师呢，我想今天在这里我们几位从张硕主任，从我们席慕容老师、西松老师都是一辈子在写作，甚至他们的领域都不但像刚刚校长说的，他们都是奇才来着，就是跨绘画、艺术、人文甚至是学术的背景。那看到他们用一辈子人文艺术在他们心中变成一个源头活水，非常希望他们三位的典范能够带给我们北一人文艺术中心更长更远的活水源头。那我们是不是因为时间有点等一下3点10分席慕容老师在后洞的16楼，还有在草母亲的草原上遇见铁蹄马的专题演讲，那我们很难得的机会，是不是请到在场所有贵宾跟文学同好，我们一起上来合影好不好？那我们会把这张照片留在人文艺术中心的官网，然后也会留在粉丝页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不可以请到，恳请各位都上台来，我们大合照。周馆长，同学也来好吗？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不可以请在场的所有我们的文学同好，包括师长，包括老师，包括同学都一起来呢？真的是非常难得。我们年轻的同学到前面好吗？我们用蹲着好吗？甚至坐下都行啊。真的是非常难得，请到大家都来好吗？我们应该要看谁？好，我们先从好我们的三16楼后洞16楼的演讲厅。